曾因饰演海藻一角走红的李念，如今加入豪门专心做阔太。9月29日下午，阔太李念在网上晒出一组与好闺蜜的亲密合影，照片中两人均打扮时髦，摆出各种姿势，秀出大长腿。李念好友还戴着墨镜，穿着破洞牛仔裤，时尚程度明显盖过李念。据悉，李念此番前往温州工作，途中遭遇台风，但从合照看来，心情丝毫未受影响。早前，阔太李念晒出三张照片，他变身司机，要自己驾车出门。李念留言称：“怎么过都是过，不过也得过，那就每天都开心的过，再热也阻挡不了我这个快乐的小司机心情凉爽，坚持上岗。”照片中，李念穿着条纹 T 恤，戴着墨镜，瞪眼，嘟嘴，卖萌。眼尖的网友发现了他身后车用婴儿椅的法拉利标志，感叹李念果然豪气十足，之前刚刚晒完名表，现在又来晒豪车了。也有人调侃他怎么没去给法拉利的标志打马赛克。曾因饰演海藻一角走红的李念，如今加入豪门专心做阔太。9月29日下午，阔太李念在网上晒出一组与好闺蜜的亲密合影，照片中两人均打扮时髦，摆出各种姿势，秀出大长腿。李念好友还戴着墨镜，穿着破洞牛仔裤，时尚程度明显盖过李念。据悉，李念此番前往温州工作，途中遭遇台风，但从合照看来，心情丝毫未受影响。早前，阔太李念晒出三张照片，他变身司机，要自己驾车出门。李念留言称：“怎么过都是过，不过也得过，那就每天都开心的过，再热也阻挡不了我这个快乐的小司机心情凉爽，坚持上岗。”照片中，李念穿着条纹 T 恤，戴着墨镜，瞪眼，嘟嘴，卖萌。眼尖的网友发现了他身后车用婴儿椅的法拉利标志，感叹李念果然豪气十足，之前刚刚晒完名表，现在又来晒豪车了。也有人调侃他怎么没去给法拉利的标志打马赛克。